赵岩已经很多天联系不上自己的女友隋雨琛了。直到2022年12月20日这天，他收到了隋雨琛家人发来的消息，对方告诉赵岩，隋雨琛自杀了。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赵岩和隋雨琛是男女朋友关系，相恋期间隋雨琛多次向赵岩借钱，累计30多万元。隋雨琛家人说，隋雨琛就是因为还不上这些钱，所以选择了自杀。听到这个消息，赵岩满心愧疚，但是冷静下来以后，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虽然隋雨琛欠自己钱，但是自己并没有过激的催债行为，也就是打过几个电话，发了几条信息提醒对方还钱。隋雨琛至于自杀吗？赵岩仔细回忆了自己和隋雨琛认识的过程，试图从中找出问题的答案。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互诉衷肠，女神竟然遇人不淑。啊，我这边我的老公不好，等我病好了，我离了婚，我去找你。夫妻反目，购房之后风波不断，把我拉回去，我真的是死里逃生，就活过来了。死而复生的女友，一线正在播出。赵岩在北京的一家设计公司工作。2017年，他在某社交软件上认识了隋雨琛。他爸爸是在珠海市政园林绿化的工程，他自己是在法国马赛留学回来，就是艺术生，学画画的。完了，隋雨琛跟他提供的这个是身份证，北京还有房产，所以觉得像这种条件来说，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肯定男性都觉得是比较优厚的。相似的专业背景让两人很快熟悉了起来。他的作品还发过给这个赵岩，赵岩看了还觉得很好。我还给几个朋友看过，说是这水平可以啊。赵岩对隋雨琛的才华非常认可，正好赵岩所在的设计公司缺少一名设计师，便拜托隋雨琛帮忙设计艺术作品。赵某就把他作为一个备用的一个候选的一个设计人员。赵某前前后因为这个制作这个艺术品给了隋雨琛大概20000块钱左右。然而隋雨琛收到钱后却迟迟没有交稿，赵岩催问进度，隋雨琛说自己遇到了烦心事儿，根本无心创作。他就说他压力大，过得不幸福。隋雨琛说自己目前在山西晋城居住，但是想去北京工作，开始新的生活。赵岩追问后得知，隋雨琛结过婚，还有孩子，但是婚姻生活并不如意，她正准备和丈夫徐鹏离婚。啊，我这边我的老公不好，等我病好了，我离了婚，我去找你。盖房子也好，干啥也好，都是花的他们家的钱，说是他家的钱被徐骗走了。对方竟然是有夫之妇，这个消息让赵岩十分生气，但在隋雨琛的苦苦哀求下，他最终还是原谅了对方，而且鼓励隋雨琛要积极面对生活，度过眼前的难关。不久后，隋雨琛便向赵岩求助，说自己孩子生病了，你先给我借点钱，我肯定把这钱还给你。赵岩借给了隋雨琛几百块钱，之后隋雨琛又以各种名义向赵岩借钱。赵岩虽然心有疑惑，但是经不住美女的反复恳求，随后陆陆续续竟然借给了对方30多万元。然而过了很长时间，始终不见隋雨琛还钱，于是赵岩便向对方讨要，但是隋雨琛每次都说自己的钱被丈夫霸占，没有钱还。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是不给我钱我就跳楼，不给我钱我就割腕，不给我钱我就喝农药。他说喝农药咱们也不信是吧，然后就发了他在医院的照片，他去交钱啊，
他的医院的那个透析的那个那些设备啊，就是说的是他在重症监护室类似于住了三个月。孙宇琛说，因为这件事儿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并发给赵岩多张割腕自残的照片。我自己要过日子，我自己也要钱，好多钱都是我自己的那个信用卡跟网贷，人家也天天向我也在催钱，你弄这么久不合适吧。最后孙宇琛说，自己名下有多套房产，会尽快出售房屋换取现金。各界的在讲，哎呦，你放心，这个钱肯定会给你的，我把房子卖了，我把钱都会还给你。然而赵岩再次得知孙宇琛的消息，却是对方去世的噩耗。孙宇琛的家人说，孙宇琛经抢救无效已经去世，接着便指责赵岩逼死了孙宇琛，要对孙宇琛的死亡负责。喝农药了，哎呦，把咱给吓住了。这一连串的短信责问让赵岩如遭五雷轰顶。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感情我的钱都就这样飘向了大海。赵岩不禁怀疑，难道是因为对方抑郁症加重，情绪变得十分敏感，才走上绝路的吗？赵岩不知道的是，其实孙宇琛已经把房子卖了出去，而且拿到了卖房款。不过因为听说孙宇琛突然离世，买他房子的人现在也陷入到痛苦之中。你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孙宇琛？我是经过中介公司认识的。他叫燕芬，就是购买孙宇琛房子的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孙宇琛的月嫂。从交政公司找到这个燕某月嫂，每个月可能就是8000或者是10000，完了燕某就到了他家，还动员他，就说你干脆脱离家政公司吧，脱离家政公司还省了你的中介费。后面这个燕某说可以，完了就这样就一直给他看孩子。孙宇琛想买房子的消息传出后，月嫂燕芬马上表示自己想买。他把房挂到中介上头卖呢，这个房已经挂出去好多天了。后来他把中介的还叫上来看了房子，看了房说是带上那个客户来说是买给人家的。燕芬觉得这套房子位置不错，孩子在附近上学也很方便，便和孙宇琛约定将这套房屋购买下来。你给我好好看孩子，你只要给我好好看孩子，我就给你把房子便宜点。房屋面积为85平方米，两人约定的价格是54万元。不过除了购房款以外，孙宇琛又以其他名义向燕芬要了不少钱。孙宇琛就一直跟他说要办户口呀，还有什么要办房本啦，这些借口不断的就给燕，并且要得很强烈。当燕芬东拼西凑将购房款和各种款项陆续交给孙宇琛后，孙宇琛却迟迟没有给燕芬办理过户手续。我交了钱，自然接下来就是过户，你一直以各种理由不给我过户，那可不就是不对吗？过不了户拿不到房子啊。因为这件事儿引发了燕芬一家的家庭矛盾。原来燕芬当初从孙宇琛手中购买房子的事情没有和丈夫李鑫商量，李鑫发现家中的积蓄不见后非常生气，打了好几，那就打的不是，那就呀，真的是，那就是在屋里看着打的，实在把我拉回去，我真的是死里逃生就活过来了。因为被丈夫毒打，于是燕芬和孙宇琛商量，房子不买了，把钱退还给他。但是孙宇琛却以各种理由推脱。他坏的那种地步，他就是真的把我的钱骗了，把我害的，让我的老公打的我，就，哎呀，真的是身上就没一块好的地方。因为买房子的事儿，燕芬和孙宇琛的关系彻底闹僵。孙宇琛说，自己抑郁症加重，需要入院治疗，一切事情等他出院后再谈。燕芬无可奈何。不久后，燕芬就听说孙宇琛自杀的消息，孙宇琛的家人也指责是燕芬逼死了孙宇琛。你说你该着我的钱，我妹妹虚实必还，
我们为你有钱了，你还徇私利，你说这种人少有不少有？面对隋宇琛家人的指责，燕芬觉得很委屈，自己真金白银掏了几十万元，不但房子没到手，钱也没了，还要背上一个逼死雇主的骂名，他感到无法接受。要么钱，要么房子，总要拿一样吧。隋宇琛死了，这笔账就应该由他的家人偿还。于是燕芬去公安局报了案，说对方诈骗，想通过这种方式把房子要回来。但蹊跷的是，根据燕芬提供的信息，民警一调查发现根本就没有隋宇琛的信息。这下燕芬傻了眼，自己相处了这么长时间的雇主怎么会查无此人呢？正当燕芬为房子苦恼的时候，赵岩却意外得知他的女友隋宇琛没有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女友死而复生，是惊喜还是惊吓？前夫的电话又将牵出怎样的秘密？死而复生的女友，一线正在播出。隋宇琛自杀后，隋宇琛的家人对赵岩横加指责，此后一段时间，赵岩努力尝试与隋宇琛家人沟通，想了解女友自杀的更多情节。在这个过程中，隋宇琛家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他去世了，我们家里头会想办法还你这个钱的，你不用再一直追着他要了。对方的态度让赵岩很是不快，考虑几天后，他想办法联系上了隋宇琛的丈夫徐鹏，去沟通这个事情，也说得很清楚，这个是你们夫妻双方的债务，你不管说你们以后是要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你把这个钱得给还我，你就看在他是你的爱人，我花钱是救的你的孩子，你看到这个份上，你也应该把钱给我。然而徐鹏告诉赵岩，自己从来没有拿过隋宇琛一分钱，并且告诉了赵岩一个惊天秘密。就告诉他，我也是跟你差不多经历的，我告诉你，隋宇琛没有死，他把咱们都骗了。对于徐鹏的说辞，赵岩觉得难以置信，自己明明看到隋宇琛在重症监护室的照片，为什么徐鹏说隋宇琛没有死呢？想到之前隋宇琛对于徐鹏的描述，赵岩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曾经虐待妻子的男人。也许是感到了赵岩的不信任，徐鹏建议赵岩去公安局核实一下隋宇琛的身份。他去北京派出所去问过，就看看就说有没有隋宇琛这个名字，结果去了没有，没有这个名字。和自己相恋多年的女友竟然查无此人，赵岩一时难以接受。反应过来后，赵岩再次拨通了徐鹏的电话，想问个究竟。这次赵岩才真正了解了这个女友的真面目。她老家是我们这边泽六县水北村的，我们晋城大学也在水北村，她就和晋城大学的一个学生叫认识了，并且恋爱了。徐鹏和隋宇琛相恋后不久，隋宇琛就怀孕了，因为这个徐鹏办理了退学手续。这个时候呢，徐鹏还没有大学毕业，徐鹏就带着隋宇琛回到了太原，并且办了婚礼，当时要彩礼大概是要了14万。因为当时徐鹏不够法定结婚年龄，两人只是举办了结婚仪式，并未领取结婚证。但是当二人去妇产医院进行产检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假身份证输进去就不对，输进去不对以后，这个护士就说，你看你得报真实身份了，办不了，要不是孩子就办不了出生证明。结果他去一直都没有提供真实身份证。隋宇琛宁愿放弃为孩子办理出生证明，也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对此徐鹏既不解又愤怒，他不明白女友到底有什么秘密瞒着自己。这次怀孕，隋宇琛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洋洋。
一年多后，隋宇琛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因为这两个女儿，徐鹏和隋宇琛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那后头这个双胞胎就不是他的，徐鹏就不认可是他的。结果坐下亲自鉴定来，确实不是徐鹏的。这个时候呢，就生气，两人可能就因为这个就吵架。徐鹏发现隋宇琛和自己生活期间和多名男性保持交往，并且以各种理由向对方索要钱款。这么多的谎言在里面，他觉得他接受不了。多次争吵后，隋宇琛离开了徐鹏家。走的时候，他只带走了儿子杨洋，留下了双胞胎女儿让徐鹏抚养。我这辈子再也不想接这个人了。所以呢，我不乐意跟他产生任何关系，反感，甚至带一些恐惧。赵岩和徐鹏一沟通，双方都明白了。警方调查得知，隋宇琛其实叫李月，在很多事情上李月都撒了谎，而且李月没有死，他是躲起来了，目的就是不想还钱。对此，赵岩和徐鹏都感到很诧异，因为在他们看来，李月家境优渥，是个有钱人，怎么会因为钱诈死呢？警方随后找到了李月，所有的谜团终于要解开了。无法交付，房主另有其人，分饰多绝，谎言终被拆穿。死而复生的女友，一线正在播出。那么，隋宇琛的真实身份是如何暴露的呢？原来，2022年，隋宇琛再次怀孕，来到某妇产医院生孩子，护士对隋宇琛印象深刻。这次强烈要求隋宇琛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证明，才能办理住院手续。一直对隋宇琛进行询问和质疑，隋宇琛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根本不叫隋宇琛，而叫李。至此，赵岩才知道之前和自己打交道的所谓隋宇琛以及他的家人，其实都是这个李月的马甲。赵岩把隋宇琛的微信、隋宇琛的这几个姨姨、姑父、母亲的微信全部拉到一个群里面，对他们进行催要自己的钱。啊，冒充他的哥哥、姐姐、小姨、父亲，冒充亲属，然后切换不同的身份与这些被告人联系。而隋宇琛的自杀，更是李月为了躲债而编造的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他打算卖给月嫂燕芬的房子，也根本不是自己的房子。燕某就跑到物业上去问了，结果物业告诉他呢，这个房主真实姓名姓张，而不是这个隋宇琛。房主给我们提供了租房的资料，正式是2019年左右，隋宇琛冒用他人的名字，在他这里租了房，一直持续到2022年向我们的报案人燕某销售这个房子的时候，已经长达将近快3年了。查询李月的户籍资料，警方掌握了他的基本信息。李月初中文化，曾因犯诈骗罪被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6年1月才刑满释放。因为诈骗被判处了刑罚，在咱们的裁判文书网上查他的名字能查得到，所以他后来给自己编了一个名字叫隋宇。出狱后，李月不思悔改，伪造了隋宇琛的身份，编造了婚姻不幸的人设，以谈恋爱、结婚名义，先后与多名男性被害人进行交往，骗取被害人的钱款。不存在这个感情之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钱财。自从这个案子报案报我那儿开始，他就从来不在家。同时对被告人李某某进行传唤，通过电话传唤以及上门传唤的方式，但是李某某经这个多次传唤拒不到案进行躲避。警方一方面对李月的行踪进行调查，
另一方面发布通告，寻找更多的被害人。而直到此时，仍有被李月蒙骗的被害人痴迷于她的美貌。警方在调查中了解到，一个名叫段林的人在李月失踪后曾经多次去她的住所寻找她。他当时还抱有幻想，我认为李和他还有感情，他能够挽回这一段感情，多次去李婷住址去查看，而且是半夜去，早上去晚上去。消失前，李月曾经告诉段林自己要外出散心，并向段林借了一大笔钱，就进行了一些技术方面的研判，发现他们公和李婷两个人在2月18号的时候一起离开了京城，而且当时坐的是网约车。民警发现李月和一个名叫孔涵的男子带着大儿子洋洋和刚刚出生的孩子去了南京，在这个过程中，段林还一直试图劝说李月回来。他们打的网约车到的南京，在下车的时候，他把段的手机号码告诉了网约车司机，说你给他转个钱，转上250块钱，然后就彻底失联了。这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转账，让段林终于看清楚李月的真面目。而警方根据调查获知，李月和孔涵在南京租住在某小区，确定他们的落脚点后，警方随即展开抓捕工作。然而当警方进入房间后，只发现孔涵和两个孩子，李月却不见踪影。警方在屋里搜寻一圈后，孔涵的一个动作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顺着孔涵手指的方向，警方在电视柜里找到了李月。出来，你不让叫我来接你来吗？出出出！你怎么这么讨厌？怎么穿衣服？我给你得带一个笑话。不可能的，你开什么玩笑？你说回京城还是去派出所？不是，他们一会儿弄不了两个呀。那一会儿就完了。那我们过得给你看，还让派出所的过得给你看，还。那坚持一会儿就完了，就说你不要再找了。问题是他一个人弄不了呀。他一个人看不了，不是。你做事的时候你怎么想想小孩的？你现在给我看小孩。好好，你放下，不可能再带小孩去了。那我不带小孩走。你是去配合调查的。民警调查发现，在南京期间，李月一直在想办法逃避警方的打击。她很明显的知道，说自己作为一名女性，可能如果是怀孕呀这些情况，就有可能没有办法执行逮捕。所以说，在她这个逃避传唤、潜逃到南京的这段时间，她也曾经试图通过怀孕这一种手段来逃避法律追究。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作为一个女同志，这样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2023年10月，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孔涵和李月系共同犯罪，结合二被告各自涉案情节所起作用，分别予以量刑，不予区分主从犯。判决之后，被告人李月、孔涵二人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孔某变成是对这些事儿不知情，认为都是李某某自己实施的，和他没有关系。我并不知道这个房子不是你，而是对房子我最开始也不知道，他卖这个房子是租的，直到后来是公安局叫过我一次之后我才知道。庭审中，孔涵和李月这一对亲密情侣彻底翻脸了。李月更是表现得对孔涵恨之入骨。在陈聊案件中，孔和你有无共同的一些犯意？我。他有具体参与这些诈骗过程？那怎么可能没有呢？他每次都跟我待在一起，我跟他在一起，他只回过两次家。
我每天在做什么他都知道，他每天在做什么我也知道。当庭他表现出来的这种意愿是我判怎么样不要紧，但是恐他也应该重判。作为一个这个女同志来讲，觉得这个男性没有做到他认为的应当对他的保护吧。庭审中，孔涵说自己和李月2021年认识，本来是计划结婚的，但是却遭到了孔涵母亲的反对。这个孔和他妈妈两个人就去到了这个李婷家里头，去找到李婷的母亲，就打听这个李婷情况。他母亲人家就是实话实说了，说我这个姑娘她就是满嘴胡话啊，她就跟好多男的都在交往，然后房子也不是她的，都她说的都是假的。你怀孕期间是否让孔向他母亲要过钱？要过呀，没给呀，他妈说过我不管呀。啊，因为这个原因，你对他母亲是什么态度？我对他母亲，我们不认识就好了呀，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因为这是他自己说的原话。当了解了李月的情况后，孔涵的母亲不同意二人在一起，两人因此并未领取结婚证。但是其实孔涵并没有和李月分手，而是和李月继续同居。还有被害人到这个李的住处找李孔就在场，就是像咱们认定的友情。但是李就说这是我姑姑家的表哥，孔表示默认，就是他知道他在对别人实施诈骗，他也会配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月、孔涵恋爱同居期间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收入，日常生活全靠骗来的钱财。当时孔浩就跟我说，你怀孕了还有人送上钱让你花，人长得好看就是有好处，这个人真是个傻。后来我就跟梁要钱，孔就心安理得地花着我从梁那里借来的钱。那孔某在最初发现梁跟李有这个暧昧关系，或者说有可能发展成钱关系的时候，正常的反应是李婷婷对他的感情不忠吧，他有一个吃醋的行为。但是呢，当他发现这个梁一遍遍给李婷钱的时候，他已经就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他觉得哎，这个人有钱，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可以一起套点钱花。2022年4月，李月生下孩子后日常花销增大，于是二人便合谋了欺骗月嫂燕芬买房的这出闹剧。当时卖房子的时候，包括第一次转成那种还有债，收到钱以后，孔跟我说一起去南京，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钱要干嘛呢？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他没有工作，我没有工作。比如说在诈骗燕芬这起犯罪事实里头，包括合同也都是孔提供的，然后捏造这种房子是他们俩共有的这个夫妻财产的这种假象，孔和水之间商量过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就是说让买主确信我们这套房是我们的了就是要通过中介，完了中介是孔联系的。除了把别人的房子拿来卖，孔涵和李月还曾经策划偷车来卖，而目标是李月的一名仰慕者。我手机上有证据证明他出轨在先，所以我当时在去开车的时候，我是有短信通知过他的，当天晚上，所以说我不认为他们两个人是提前已经寻找了好几天这个车，知道这个车在哪儿以后，我两个人是当时叫了个拖车的把这个车给拖走，拖走以后又换了锁。这名被害人发现车辆丢失后，第一时间怀疑到了李月身上，报警后才将车辆寻回。庭审中，两人表示，诈骗的钱财已经被他们挥霍殆尽。所有骗取的这个财产，去向或者说你们用于做什么了？我们俩共同分过了，这个在他的酒店出事后和出行记录上面是可以查得到的，挥霍了南京、成都、重庆、西安很多地方挥霍了。也就是靠着这些骗来的钱，李月才在外人面前维持着家境十分优渥的假象。据这个孔某陈述，他是一个比较对自己生活要求比较高、比较虚荣的一个人，平时这个经常出入高档场所购买奢侈品，包括就是他们去外头旅游，南京、上海、重庆这一圈、西安这一圈旅游的话，孔某都是说李某掏的钱，
所以其实平时他们怎么生活，其实是孔某知道这个钱的来历，只不过说是，就是说道德上吃软饭吧。2024年1月29日，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了李月、孔涵二人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原判。李静的话是犯这个诈骗罪、盗窃罪和伪造身份证件罪，最后我们合并是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同时并处罚金。孔浩的话是犯诈骗罪和盗窃罪，合并执行也是决定执行刑期是有期徒刑12年。两个人看起来是数罪并罚的结果一样，但是他们两个人在各罪的量刑上是不一致的。因为没有户口，李月的两个女儿至今都无法入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身为母亲的李月必须履行哪些义务？如果她拒不履行，又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实践中，没有出生证明的孩子要如何落户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户口呢，作为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呢，是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而公民没有户口呢，就意味着和姓名权有关的人格权利呢，是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条例》的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呢，都应当依法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公民依法进行户口登记呢，既是权利也是义务。那么谁是未成年人户口登记的义务人呢？根据户口登记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不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报户口的，根据情节的轻重，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本案中呢，李某并没有依法履行为两个女儿申报出生登记的义务，损害了两个女儿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我国的户口登记制度。两个女儿呢，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某履行办理户口登记的义务。如果拒不履行呢，根据情节轻重，将依法给予李某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追究其刑事责任。两个女儿呢，作为无户口人员，应该如何重新申请户口登记？为了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的户口问题，我国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两个女儿呢，虽然没有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但是根据这个意见，也可以凭借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向你落户地的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机构申领一份出生医学证明，然后由其监护人呢，凭借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和监护人一方的户口簿、非婚生育说明，也就是刚刚的民事判决书，来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古语有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可李月丝毫不考虑孩子的前途和未来。孩子是他骗取男性的手段，甚至是他逃避法律打击的工具。李月如此自私和不负责任，等待他的终究只有严厉的法律制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